我在想，我是 A 的话，这里又是对他的 C， 就是二。第二个我直觉啊，就可能会是更强一点。他会更有自信一点。如果是 B 的话，我这边打到 E， 这边也打到 E， 怎么所以我选 B？ 他有可能是反过来，我就是一开始就来一个最厉害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是没有答案的，朋友们。所以就投呗。照道理来说，就是应该可能更有自信的一些舞台可能会放在最后，就越来越后的话就越来越有自信的舞台。最后老实说还是一样，你又不肯定对方是不是真的把最有自信的舞台放在后面。你要听老实话吗？老实话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说什么理由的。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队准备好自己了，那先跟后我觉得都可以接受。等一下嘉尔，我可以听一个不老实话吗？对，我也想听。其实你们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是这样的吗？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策略的，对，你根本就未知数嘛，对对方放什么招数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就直接来吧，我就别说这么多了，就看舞台吧。